Thank you.
Thank you.
今天下午要去看中国网球公开赛。
谢定，不管怎样，你爷不会说你收不收，我喜欢他收上，但是没完，再给他把钱补上。本来才闹过一次，咱们还是动物吧，你娘看着自己的亲孙女去做大牢去，这个花生这个精，我拿捏不了他。当年你娘就是这么拿捏的，你也是这么。 Thank you.
是不是想让外面的人都听见？